那如果跟刚才那一题很机车那题五个都对的比起来啊，这个那可以到4颗星了、啊。好，一样，它这里因为它给数字啊，1公尺，然后前面就是0点几。他说这里绳子是1公尺，绿色的，浅蓝色，这是1公尺。这是1/5公尺，1/5公尺。哦，向心力大小，那你就是要 G tangent 嘛，对不对？讲这里我要 G tangent，这里，我一开始可能从这里开始写，我要 G tangent 的话，那就变成 G 是10，tangent 是1/3。37嘛，等于7.5，那7.5再丢回来这里，2公斤乘以7.5，2公斤乘以7.5就是它向心力，旋转速率，那你可以用刚才我们的 GL sin tangent 开根号，GL tangent sin，GL sin tangent 都可以，10乘1公尺。L 是那个总的长度，哈、或者你把 L sin 当做 L sin 当做是 R 也可以，R 就是这里，这里是 R，再乘一个 tangent，这样是2/3根号了。转一圈要几秒？这就是周期。周期是这个 L cos 这个。好，G 分之 L cos 开根号，2π根号 G 分之 L cos。那证明就是上前面我证的，好，前面我证的。不然我们就把所有的数字都要写出来。这是它不好，这个丑了点的，2/3根号。如果你们觉得有点难的话，我再想一下怎么做是简单化的。你这个周期一定是 t 分之2π r 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个 t 分之，你算出这个 v 啊。你算出这个 v t 分之2π r。那这 R 就是用这个 R 0.6去算，0.6去算，你可以算出这个要的答案，看你习惯，只是这个都不会很漂亮，都不会很漂亮，这个少一颗星啊，这么不漂亮，这么丑，声张力。伸张力就是 t cos 的 mg 这一个，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。t cos 会的 mg 这样，就是伸张力。37度，37度1公尺2公斤。37度1公尺2公斤，如果觉得难呢？你这是要37度吗？要这0.6，因为这是1公尺。然后你这个东西是2公斤的，好，那第你我觉得你第一步也可以用这样子，好，向心加速度是 g tangent，那就是十再乘以 tangent 37是1/3，那是7.5的加速度。第二步的话，它的向心力。
像 Gm 再乘 AC，两公斤再乘以7.5，那就是15牛顿，向心力15牛顿。再第三个，第三个的话就是。你的 T 要可以分解成向上要等向下的 mg 嘛，对不对？都是西塔，所以这是 T cosine，看你怎么做。T cosine 37要等于 mg，然后 T 乘 cosine 37是1/4。mg 是2乘以10，t 就等于20乘以1/4，那就25牛顿。25牛顿，这是绳张力的地方。然后再来第四个，如果他要求速率嘛，他要求速率，你又 R。你可以用那个什么。AC 等于 R 分之 V 平方，那 AC 是那个7.5嘛，就这个7.5，那你 R 是0.6，然后是 V 平方，所以 V 平方就等于0.6乘以7.5，六五三十四十五。那 B 就是根号0.45，45%，这可以看7.5，这个地方写错了，白痴哦、这是4.5，这是1/9，这要改掉。那2/3，那就是2/3根号二。啊，对，这样子就不用背椎动摆公式，不用背椎动摆的公式。那你最后第五个，第五个，你要周期。你的 v 等于。1/2 R，那所以你就是2/3根号二，就等于2π，把移过去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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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所以你的 T 就等于1/2 R，你2π 不要动，R 是0.6，R 是0.6。然后再 v 的导数，v 的导数就是三根号2/2，所以上面0.4，哦，这样子就可以写出原来那个条件，原来的条件是什么？5根号2/4π，这么丑，有没有5根号二？好处，这跟这个是根号二，上面是5根号2/4，
三根号二分之二。0.4根号二倍。这个把它这根号二，0.4根号二，对啊，一样的答案。我犹豫了。好，所以这是0.4根号二派，一样的答案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写可能更简单一点。就不要背公式啊，如果你没有背椎动脉，我就没有办法。这样才对，好，截图了。那回来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我们再把椎动脉讲一次嘛，哈，张力就是 mg 吹口塞，我觉得要再讲一次的话，这个 T 就这样拆开，它是 mg， 因为向下也是 mg， 那这是 ma， 那这是西塔。所以是 T cos 西塔要等 mg， 啊 T sin 西塔要等 ma， 哦，要记得这个，啊，最后就变成这个东西会变成 g tangent， r 是 l sin 没问题啊，就是这个 r 就是 l 乘以 sin 西塔，那你椎动脉这里，好，哦，再检视用椎动脉 g。然后 sin 西塔 tangent 西塔，那这个地方比较特别，是 L cos， 跟单摆有点像。单摆是什么呢？单摆是 t 等于二派根号 g 分之 L， 对不对？啊，只不过这个 L， 那这个 L 是摆长 L， 这个可是它写 L cos 是这一段，其实你可以。这个就是可以改成 h 了，就那个高度，锥体的高度，锥体的高度，二派根号 g 分之 h， 二派根号 g 分之 h 就变成那个锥体的高度。好，这也可以当一个公式，但这么多公式我不知道你记多少，看到时候怎么用吧。然后，这个碗这个地方啊，一样要把它想象成锥体，要把它想象成斜面的，对不起。就斜面这样，如果这是西塔，是斜面，这里也是西塔。哦，那你这个张力就好像正向力一样，跟重力形成一个合力。形成一个合力，所以，啊，你的正向力，碗的正向力，然后分成 mg 抵消的力，然后还有这个力，让它做圆周运动 ac 的力 ，ac 才会在这里，所以一样还是 g tangent， 这样做起来是 g tangent。好，那现在是说它那个西塔是45。45的话就有比较不好写，0.1除以根号2
半径0.1啊，哦，半径0.1除以根号2就是故，它有这两边，所以这个地方是0.05根号2。那我们的向心加速度等于10，那你再用 r 欧米伽平方，因为你需要角速度，所以需要 r 欧米伽平方。那它就是用大约的嘛，好，100根号二，一是1.4，然后再开根号，11.89，大概12，接近12的地方，所以答案才选 C。自己如果数字不改，就可以背答案。它因为在45度角上面啊，它从不同角度就没就要重算。好，他说离碗高，离碗底高，所以这有点难。是下面是 h，上面是 r 减 h。那它的周期，它问周期嘛？好，那我可以做个结论一下，就不用再重算一次，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椎动脉，对不对？来这里摆。摆来摆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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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那这个是它的高度 h，所以你的周期是什么呢？二派根号 g 分之那个高度 h 就是 l cos 的意思。那你现在这个 h 就把它改成这个高，这个高把它改成这个锥体的高，这个锥体有没有？这个锥体，好，锥体的高就是 r 减 h，把这里改掉就是答案，把这里改掉就是答案，好。就是那个锥体高，锥高。好，这样子你背起来很像啊，很像 t 等于二派根号单摆，对不对？g 分之 l，那这叫锥什么摆？锥动摆。这样子你就会记得，不然的话很麻烦。好，那这个斜面也可以改成什么？我首写一个倾啊。数什么意思？好，72改20，这没问题啊，这实数和秒数。距 tangent 有了，然后他问 tangent 西塔最大是多少？所以他给你 r 分之 v 平方嘛，哈，你的 r 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 v 平方在这里，他10也是已经知道，所以这个是不知道的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代公式而已，哦，还不错，简单。那36改成10，哦，那7.5，那倾斜角又是要算 tangent 多少，一样的动作了哈，这一题就一样的动作都没什么，就 tangent r 分之 v 平方，然后找出 tangent 是谁，tangent 是谁这样。啊，这里是我们那时候，讲简写的时候开始提的，好。10月18号，这个都有日期嘛，就可以看。解析还是那句话哦，两端为零，速度零，中间平衡点速度达到最大值，速度达到最大值。好，那这个我要画一下。再把它画成这样，比较完整。哦，圆周，这个单摆的话，它速率会变哦。我要等速率圆周，哈，我需要等速率圆周的投影，哦，等我修正一下，等速率圆周的投影，不是只有这一段。哦，不是只有这个扇形，这个是全部等速率圆周的投影会出现这个情况，会出现这个情况，投影，然后是圆周运动，不是简谐哈，因为简谐 SHM 一定是直线的，
直线往返的运动，好，直线往返的运动要注意哦。好，这是1218这个教材。